立法69，虎成盾轨，鞅飞犬。这句话啊，虎成盾轨，盾轨我们六人之中用盾啊，用盾，其实就是一个盾啊，也就是寻盾啊。我们一看用盾，肯定是寻盾。所谓的盾干就是寻盾了。那虎成盾轨，也就是寻盾之轨，就是日干的啊，逢到寻盾之轨，那就是虎成盾轨了。鞅飞犬很好理解，鞅灾鞅很重啊，这个凶啊，吉凶的凶，很凶。鞅飞犬就是灾祸很大了。那人逢此啊。有很大的灾祸，病人逢此，那就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啊！病人逢此，那平常人呢，也是治凶之客，这是个啊，很凶险之客。白虎，虎鬼格嘛，虎鬼啊，逢虎逢鬼，而又成寻盾之鬼，非常倒霉，非常凶恶，治凶啊，鞅飞犬很凶恶啊，这样一个概念。其实举一个啊例子，这边看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记住啊，有深刻的印象了。那甲子日，甲子日，我们看这个甲逢金克啊，甲逢金，甲木逢金，为日干之鬼。那这个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辛亥这里头，咱们这个支神不要理论了，遁嘛，要寻遁啊，去找遁干之鬼。那甲子日这个遁干是在哪儿呢？那我们看这个啊，甲午庚牛羊啊，贵人在丑啊，这一刻是丑啊，贵人腾车朱雀六合将数一圈，数到白虎是成午火啊，午火，那是不是寻遁呢？那甲子逢午火是寻遁，我们看到这儿啊，这很明显，寻遁庚午啊，就这个白虎在这儿呢啊，中传也是白虎。那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啊，戊辰己巳庚午庚金克甲木啊，寻遁之鬼啊，庚金是鬼啊，这白虎啊成在庚午之上，这不就是虎成遁鬼吗？啊，白虎成寻遁之鬼，那克甲木了，鞅飞犬灾祸大了啊，难以消除啊，纵空亡。亦不能为九神，就逢空落空，也解不开，他也不能视为空亡，这凶祸很大。我们人逢的有灾祸，平常人，病人逢的就身体本来有疾病的人逢的这一刻啊，完蛋了，一命呜呼，死掉了。注意啊，这个这一句其实很好理解。不多说了，我们往下看看这一刻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没有？变化只有一种跟这课关联的这个笔法这一口诀关联的，是什么一个格局？这个格局，我这写在下面了，明暗二鬼格。明暗二鬼格，明暗一明一暗两个鬼。那明暗我们理解在六人克室之中啊，一动一静，一明一暗啊，一内一外啊，等等等这些，其实不就是干支啊，日辰干支对立的关系吗？那一明一暗不就一干一支吗？一内一外嘛，一动一静啊。那明暗二鬼格，那我们就从干上和日支上干支两个地方找就行了。那我们看这个甲子日这个格局来找啊，怎么个明暗二鬼格？这是这虎成遁鬼鞅飞犬，咱们换一个也是甲子日这个格局串一下啊。这是甲子日啊，甲子日，沈家甲，沈家甲，
人家讲，我们看这明安鬼哥是乃干上神做日干之明鬼啊，支上神遁巡干做日干之暗鬼，这一明一暗嘛。来看明鬼，甲木啊，明鬼在哪儿？甲木逢沈金，金克啊，甲木，这是一个明鬼，那、啊、明鬼出来了。那这个暗鬼呢，就啊，虎成遁鬼样分显，这个暗鬼嘛，这就是白虎成什么巡遁。我们知道甲子巡这个午火是什么，庚午遁成个暗鬼啊，巡遁之鬼，这是暗鬼。这不一明一暗，这不是符合这个明暗二鬼格吗？哎，这逢到这个明暗二格麻烦了啊，这本来这虎成遁鬼殃非浅，就麻烦了，这又逢到明二二鬼格啊。我们六任咱们看关键点啊，已经仿佛强调了啊，在哪儿看，在什么六处哈啊，日辰，这就干支四克三传啊，这样的年命这六处去看。那这一看，本来这个虎成遁鬼殃分浅，这个在这个三传里啊，或者干上或者支上啊，或者行人的行年本命上啊，占彻的行人这个人的行年本命上看呢、啊，那这个是只是一个虎成遁鬼。那现在呢，一明一暗，这麻烦了，啥呀？这是明里头也伤你啊，这暗里头，这暗中啊也去弄你去啊，啊，这是明伤，这是暗罚呀，这叫明伤暗罚。那这个殃非浅的要再加重了，再加重，这个灾祸更加严重。明暗暗骨骼，明伤暗罚，灾祸更加严重，这是两重什么杀伤啊，两重杀气杀到你的日干上，小命呜呼了吗？啊，如果这个白虎再加腾蛇在这出来，就蛇虎在当报的话，再加上鬼。啊，虽然这句话我们说虎成遁鬼，如果这个蛇成遁鬼呢？啊，腾蛇成遁鬼吗？啊，腾蛇是毒物啊，啊，伤人呐。啊，我们人一看蛇害怕呀，白虎凶险呐、啊，精威呀、啊，腾蛇也一样啊，凶险啊。惊人呐、啊！如果虎蛇在当道，那这一刻大凶啊！那 OK 了，那必法咱们这一句啊，虎成遁鬼，殃非浅呀，也不过如此。那这一刻其实具体的例子，我在之前咱们这六人必法之前，讲到那个疾病啊，白虎啊什么。那一句里头也讲过，我不记不清在哪讲了啊，反正是在前面几讲中讲过这个啊一个例子。六人指南有一课战疾病，也有一个虎成遁鬼的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我们可以看看把这课格局啊咱们排一下看一下就行了。那好，这边这个丁亥日啊，这一刻就是大六壬指南啊，陈宫县的大六壬指南里占疾病的啊，张凤初啊占啊疾病其兄弟的啊疾病的一刻。这个曾经啊发布过啊，也讲过。那这一刻我们看看是不是虎成遁鬼殃非浅呢？那四克三传里没有白虎呢？哎，有了啊，在哪儿？虎成遁鬼。啊，辰，白虎辰，啊，丁亥日，丁火，什么是鬼呀？啊，水来克火啊，这一点丁火怕什么水呀？啊，认鬼水，看这个遁是不是遁在那个辰上呢？啊，丁亥啊，丁亥是甲沈旬吧？啊，甲沈旬，啊，甲沈乙酉啊，丙寅啊，甲沈乙酉啊，丙戌丁亥。啊，丙戌丁亥，丙丁，然后戊子己丑啊，戊己庚什么寅辛啊卯啊什么啦、啊？壬辰鬼巳，壬壬水啊，这不是遁鬼了吗？殃非浅，他占疾病，张凤初占疾病嘛，指南啊，占验里的啊，第一课
张凤中将军病啊，有印象都可以看到这课啊，咱们直接看这课就行了啊，不用回忆啊。那个陈宫线断，三日内必有死啊，这一课好多说法，什么那个六片板格啊，以前讲过啊，两蛇夹木，咱们啊，这个逢蛇逢虎啊，这还有个腾蛇呢啊，这个虎白虎啊成盾鬼，央飞显，这人小命就呜呼了嘛，管你空王不空王嘛。那我们再看这个明暗二鬼格这课有没有？哎。子水克什么丁火，这不就啊既符合这个必法这个虎成盾鬼殃非浅啊，又符合这个明暗二鬼格吗？啊，这不明伤吗？日干上啊，子水伤丁火吗？啊，丁己克未吗？而且相穿吗？穿海这边虎成盾鬼在啊克杀你这个丁火之上，家宅内有伤啊，啊，家宅内有伤，这人能活吗？活不了，必死无疑啊，占疾病，占病人啊，必死无疑。那好了，那咱们必法这啊第六十句六十九句啊，虎成盾鬼殃非浅啊，大家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就行了啊。白虎是这样，腾蛇呢做盾鬼啊，同样如此啊。腾蛇咱们在见到枝上，然后明伤暗伐的这样的也一样啊，也是一样。白虎咱们是疾病，腾蛇呢就是灾祸了，惊扰了，怪异之神了。咱们可以做别的判断啊。如果你这个逢在其他的怪异的灾祸之上呢，这倒霉了。这逢在这样的就倒霉了。不是白虎的话，换一种神煞呢啊，以礼类推啊，举一反三。OK， 好，咱们这个六十九句啊，咱们就理论到这儿，有一个深刻印象啊即可。咱们看下面第七十句。鬼临三次送灾随，必法七十。鬼又好理解了，我们前一课啊讲那个遁鬼啊，这一课鬼就是直接的啊日干所见的克神。啊，也就是所谓的官鬼啊，鬼临三四，三四三克四克啊，啊三克四克啊，也是第三克第四克，鬼临三四啊，我们可见啊，不是一个鬼，是两个鬼。那我们看这个例子啊，就很好理解了。鬼临三四，乙日啊，乙未日，乙木，鬼是什么？沈金是第三克啊，酉金在第四克，一沈一酉，这不是两个鬼吗？啊，就是日鬼，日干之鬼临第三刻第四刻啊，这句话鬼临三次很好理解了啊。送灾随呢，我们官鬼啊克杀日干呢，我们知道啊普通啊咱们平常人见到这个主什么，主什么呢？鬼主疾病啊，还主什么？主打官司啊教训你的人呢啊，管制你的人。那送灾随就是什么啊，不是一层两层了，而是单个一个鬼在这儿，或单个一个人呢，无所谓送灾随了。送灾随这前一个后一个接踵而至啊，接踵而至，一个又一个啊，排着队来了才叫送灾随。随就是一个又一个嘛啊，送灾随官司灾疾病，对吧？那鬼临三四，三颗四个，不是不只是一个官司，也不只是一个有这人得疾病了，而是这个祸不单行之相啊，祸不单行之相什么送啊，有官司啊，刚打完这个官司后面什么了，得病了，这人啊卧病在床啊，鬼临三四，一个灾祸两个灾祸啊接踵而至，这送灾随啊，祸不单行之相。那好了，我们就理解了啊，鬼临三四送灾随，那这句话很简单。那如果这两个鬼如果逢到空亡啊，空亡死能免此，这个必法就原文就这样解释的，死能免此灾祸啊。那但是也不是说没有，而是他啥先见着这种啊灾祸，而后呢能消灭掉，而后能有其他原因啊免了这个灾啊。如果这两个啊沈金和酉金恰好是空亡的话，能免了啊。这是鬼临三次送灾随的啊稍稍的解法啊，不怕的之处啊。
啊，如果做空忙就好了。嗯，那这这个鬼连三四中山随这一句啊，咱们这七言就解释清楚了。那看看有其他什么变化的格局啊，格局啊，怎么来判断？嗯，这个鬼灵三四送灾随这个格局啊，比较另类啊，其实并不跟这个鬼灵三四有紧密的关系。其实它这个关系是什么？是判断之中的关系，都是这送啊、灾呀、啊，这灾祸的关系。那第一个这个判断方式呢，就是岁破坐鬼临之格这一种啊格局，逢在这种格局就有灾祸啊。岁破坐鬼临之格啊，后面来这个如载客之臣啊，送灾难免，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研究一下这岁破这个神煞即可啊。我们神煞是一步一步来研究来学的，那咱们这个讲座里头，那岁破是什么呀？岁破呢，其实就是太岁啊，就是年，就是年的所冲啊，太岁所冲，这是岁破。那我们简而言之啊，简而言之，也就岁破，也就是所谓的岁冲啊，我们就可以记一下，岁冲即是岁破。那冲我们好理解了啊，岁冲什么呀？子午相冲啊，丑未相冲啊，等等等等相冲。咱们看这个四克啊，咱们就是想象一下啊，就稍微想象一下这个。那在这个里面呢？打个比喻，这儿啊，这个神经在这儿呢啊，神经。那岁破坐鬼临之格啊，坐鬼临之格，这就是岁破神经。那是哪一年呢？神经是寅沈相冲啊，寅沈相冲，哪果是一个寅年占这一克啊？寅，不管是哪个寅，甲寅年也好啊，丙寅年也罢。就是个岁破了嘛，岁冲即是岁破嘛，寅沈相冲，好了，我们就知道了，这是岁破坐鬼啊，临之了，临之了，这有灾有送入灾了嘛，这不就官司有做鬼嘛，有灾祸临到你的家宅里了嘛，如果载客之臣，如果恰好就下面这个字儿啊，咱们现在这个字是未，神有辰巳午未的未，如果下面这个是个寅卯之类的字儿，那麻烦了如果载客这个之臣，就沈金在客去这个之臣，那这个送灾难免啊，是吧？送灾难免啊，这只是一个咱们这个判断方式啊，这只是一个判断方式。其实这一句"岁破坐鬼临之格"，主要的咱们还是来记忆啥呀？也就是岁破这个神煞，岁破又是岁冲岁冲又名岁破。那岁破又有个名目叫什么？大耗大耗。这个耗是哪个耗？是消耗的耗我写一下，大耗，大小的大，消耗的耗。这个岁破有个名目叫大号这个字写的不算太标准对付看吧。号是什么呀？号是什么呀？耗费呀，耗子，耗费，偷盗着呢，耗子，小偷似的。耗是什么？一般我们理解是破耗，碎破嘛。破耗之神，破耗什么呀？破耗你人的家庭啊，财产呢？不破耗你这个吗？财务破损了，东西破损了，钱财花掉了，耗费了，这才叫破耗嘛。那岁破坐鬼临之，那就破耗什么？这个家宅不太好，有破耗了，钱财随身的钱财有耗费了我们看这个事情不好啊。这个破家耗财啊，破家耗财，这是岁破，一定要注意，它是做鬼在克之才有这些判断。如果不做鬼破之，管你岁破不岁破嘛，它并没有出现这个四克这个地方也没连到你脑袋上，也没在三传里头动静，那就不要这样判断神煞不要这样判断，注意一定要参考着互相引用着来判断。
我们逢到这种碎破啊，做个灵芝，我们看这些事情对于我们人啊来感觉来说啊，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啊？逢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是不是很紧迫呀？啊，不是这个破碎的破了，是啊，逼迫的迫了，是不是你感觉是很紧迫呀？那这个碎破我们又可以称之为啊破煞。哎呀，这破煞是太难受了，逼迫我们很难受，这强迫我们、逼迫我们的一个神煞，对吧？如果这个破煞，也就是碎破或者碎冲啊，做鬼临之，他在克之，我们知道了，灾送难免，在克啊干呢，干为人呢，在克干呢，克干不就死人了吗？这人不就死了吗？干为人之为宅啊，这家宅这个在这里都破耗的话，那房子倒了，那个这个财物散了，那要克人呢，干上呢，再克你这个干呢，这人不就死了吗？这啥呀？如果你看这种神煞，有这种什么碎破做鬼灵芝这样的，然后再加什么鬼啊，再蛇腾蛇之类的，那白虎啊腾蛇之类的。那这一刻就是麻烦大了嘛，就送灾水这个麻烦增强了嘛，他这是跟那鬼灵三次送灾水不太跟这个咱们这个一个口诀不太啊贴切，但是它是那个意思啊相近，都是一种灾祸的概念来判断，那就这些灾祸。那好了，这个灾送难免，克干啊，克干这是人死了吗？这碎破啊，这个碎破克之呢，克之不就宅啊，宅不就败掉了吗？就得了吗？啊，这什么碎破做鬼要克他，就 OK 了。啊，这就是这个格局叫碎破做鬼临之格这个格局啊，这是一个变化的格局，鬼灵三次中间水，咱们要记忆的一种啊判断的格局，也就是一种论人克事的一种。啊，象天地盘的一种象，啊，我们这样记一下就行，啊，一种断法，啊，其实跟这鬼灵三四并不是贴切，鬼灵三四我们知道了，这一层又一层的灾祸在什么，在家里头，家宅里头。好了，我们不多说这一句碎破做鬼灵芝了啊，咱们这个概念知道就行，理解就行。其实记不住也没关系，到时候一看啊，哦，碎破哇，哦，做鬼灵芝啊，它克制多么紧迫呀，又消耗我们，大耗嘛，碎破又叫大耗，消耗我们钱财耗尽了。总而言之，这不是一个很爽很舒服的，所以我们觉得很紧迫，很压迫。好了，我们看下面一个也是这样触类旁通的一种断法的格局吧。那这个下面这一个其实又跟鬼有关系啊，我们标一下，这个天鬼啊，天鬼，坐啊，日鬼格啊，两处相逢，两个鬼碰在一块了。日鬼我们知道了，克干的啊，这个支啊，支神啊，十二支神就是鬼，日鬼啊，我们就知道了。那天鬼是什么东西？天鬼。就是神煞里呢又多了一个神煞，我们要记一下了。这个天魁，那怎么找啊？它是神煞中的啊天魁啊，神煞中的月煞。那好了，其实它的找法很简单，就四个字儿。第一个字儿我们只要记住就行了，从酉上起。啊，酉金去克什么呢？啊，酉金去克正月嘛，起寅嘛。啊，酉金克寅木，它不是鬼吗？正月不是见寅吗？记住了啊，这记忆方法，那这酉金不就是个鬼了吗？啊，那好了，我们只要是这样知道这个鬼从哪上起，那抹掉了不看了啊，抹掉不看了。好，这个天鬼那从哪找啊？这个天鬼，正月从酉上起，酉。我们在这个手指上，在地盘上点就可以了啊。正月起酉，有什么？
有五谋子啊，四种有五谋子，要倒着数，注意了，一定要倒着数啊，不要顺着数。那就点吧，正月有，二月是午，三月是卯，四月是子，五月又寻回来了啊，五月还是有了吗？啊，六月是什么？午啊，六月，七月什么？七月是啊卯啊，八月是子将，有五卯子，一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六起就行了，正月起有，有金的有就行了，逆着数这四种叫有五卯子四种。逆着数就行了。好了，正好这个天鬼我们要碰到日鬼了啊，日鬼了，它既是天鬼又是日鬼啊，那麻烦就大了。在哪儿麻烦大了？一定要在这儿，在六处啊，那就麻烦大了啊，在六处麻烦大了。我们要学六壬指南，将来在研究神煞的那一块就会看到这个解释，天鬼啊，它在六处啊，在哪在哪儿，它有个名目叫扶阳卦啊，逢到那扶阳卦是什么，是那个战死啊啊，要是战生产生小孩那种产就败了，就是生小孩就小产了，死亡了，就是要那个战争啊，就小兵啊，就是兵亡啊，就是死于战争了，逢到疾病天鬼这日鬼，那就很忌讳的一种现象了啊。这天鬼这日鬼，这个天鬼啊，是临着人的年命啊，或者发用啊啊那一种格局啊，我们到时候讲扶阳啊，讲那些这个神煞的时候再详细说吧。那这里咱们再稍微记一下去。那好了，咱们就写了在六处。咱们这个必伐这里的鬼灵三四生肖学，讲到这个碎破灵鬼人之，然后这个鬼哪个鬼？天鬼这日鬼。我们天鬼也知道怎么找了啊。什么？正月起有啊，逆四种啊，有五谋子，顺着这样数，循环往复数三圈就得了。这十二月就数出来这个天鬼是哪个是哪个。很好了，那就是在六处占病必是啊，这什么？这就是传染病。那六处是哪六处啊？那我这里再重复一下吧啊，六处其实六人什么动不动当说六处十处啊，几处有几个关键点嘛，几个关键点我重复一下啊，这六人课的关键点关键点其实有很多。其实我们来理论这个神煞啊，或者什么哪儿生克，这里头只要看这些关键点不就得了吗？那我们知道一二三，这是什么呀？三传，一二三。然后我在这在边上勾一下吧，就是行年和本命，一二三四五，这五个地儿了哈，一二三，行年加本命。然后刚才我们说这个什么岁破这个啊，是太岁，注意了，看太岁啊。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啊，看这个人从哪方向来的，或他坐在你的这来一占客，他坐在你的前后左右啊，是哪个方位？这一圈十二个方位是哪个方位的？这太岁来方啊，来啊所或坐的方位。然后还有什么关键点呢？这个日上。啊，知上，这不都关键点吗？一二三，三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差一个，什么呀？正时啊，先锋文呢？我们一看这一大堆，其实数出了多少件的？十件。啊，这十件，那我们这每个地方都看的呢，是看不过来的啊。其实我们主要去看就看啊六处。那天鬼座日鬼在哪六处是最根紧要的六处，这所谓的人身上365大穴，有多少36死穴，那个要紧要关头的地方，那六处是哪？咱们六人连紧要关头就六处嘛，哪紧要关头啊啊，六处。我们看这天鬼日鬼在哪六处在哪儿啊？
啊，其实就在这六个地方嘛，这六个地方。第一，日干这位置啊，日上这多关键呢，这是一处，就是紧要关键点，就是像人身大穴的太阳穴似的关键，就是日干。然后哎，很简单，初中末三传呢，变化之所呀，啊，这事态吉凶变化之所呀。三传，然后就是看人的本命之处啊。这本命我不知道是这个人是属什么的，这勾到一边啊，本命对吧？啊，然后还有一处是在哪儿啊？那也是个关键点了，吉凶啊。啊，本命行年，也就行年和本命这六处啊，我们知道了，日干、三传、行年、本命啊，这六处。啊，再往下找，你看看这加载上了，对吧？加载上，再看看，啊，关键的就六处就往下数，就数在加载上，其实是七处也可以啊。啊，关键是三传日上啊，行年本命跟人有关系。那我们这个天鬼这日鬼跟人这有关系，这叫六处啊，最关紧要的地方。那如果这占疾病啊，这个有人来了，一占疾病，恰巧这天鬼和这日鬼在这个，不管在这个位置，在哪个点上，在日上或行年或本命或三传里头，那如果占疾病，就是传染病了呗。啊，如果他本身空亡呢，本身空亡呢，就这个病也就是头疼脑热而已了，过一会儿好了，过2天好了，不是大病啊，不是真正的那种啊很厉害的传染病。啊，头疼脑热，感冒一下，发烧一下，啊，过2天就好了。这是天鬼咒、日鬼格的一个占疾病啊的方式，啊，占疾病的方式。下面这个"鬼灵三四送灾随"，又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格局。其实它也不是莫名其妙，还是跟这个。灾就是疾病嘛，送跟这送有关系啊，这个跟这个送啊，什么打官司有关系的一个格局。我们写在下面啊，猪勾相会格，朱雀勾是勾陈啊，猪勾相会格，那朱雀和勾陈碰头了啊。朱雀和勾陈碰头，这里的朱雀和勾陈，我们看不是看这个天将，而是看他的本家来怎么来相会。那朱雀怎么叫入勾陈呢？朱雀和勾陈怎么去相会呢？我们看这一个四克三传这个啊，朱雀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本家，朱雀就是。南方啊，午火啊，丙午之地啊，这是朱雀。这个午去会哪个啊？朱雀去会哪？会勾陈，勾陈是陈呢啊。朱雀是主什么？文章啊，文明文章啊，印信、书信啊，口舌啊，这种现象，这种类，我们六人其实就是类嘛，分类类战啊，我们归类。那随便先分点什么大概的类型小类，午火是朱雀啊，文书这朱雀能念叨叨叨叨口舌之争，陈呢是勾陈呢，陈什么勾陈是什么斗争战斗，打官司斗争哈，人与人斗嘛斗争，行杀勾陈是行杀战斗这样的，这个口舌和斗争弄到一块儿去。和就这个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呢？打官司了，口舌和斗争弄一块儿叫词讼啊，词讼啊，讼，言公啊，词讼。那朱雀和勾陈呢碰到一块儿了，不就打官司了吗？啊，那这官司不就大了吗？啊，这种现象逢到一块儿，这不就官司大了吗？朱雀本来就能吵吵。再跟勾陈这个战斗之神呢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什么？这场官司就打大了啊！
按我们这个笔法这个里的解释，就诸侯相会格来说，这个必有非常之讼了。这官司打大了啊，这不是什么小地方法院了，可能是中级高级法院斗上去了，闹上去了啊！这和太岁这些什么越将太岁再结合在一块儿，那了不得了。那我们这一课这里有没有诸侯相会格呢？看看。啊，这个朱雀勾陈相会格，那个这不这儿的吗？五加在辰，五加辰就是什么？朱雀入勾陈吗？五朱雀辰是勾陈吗？这就是朱雀勾加勾陈，在哪儿啊？在支啊，在宰上。怎么样？非常之讼啊，非常之讼啊，打了个大官司啊，可以这样去判断。那就行了。这是咱们鬼林三次讼灾随这个讼啊，又有个兴讼的卦象是在哪儿？在这儿，朱雀入勾陈，主有什么？讼，大讼是非常之讼啊，惊动了那个中级法院、高级法院那种啊，大讼。一场大官司，那行了，就知道怎么断这个大官司了。诸侯相会啊。那如果不打官司的话，去另外想象一下，那就是辩论呢，这一场大的辩论会，诸侯相会格啊，一场大的辩论会，牛了啊，这人牛了，弄得非常著名，对吧？如果炒作新闻，诸侯相会格啊，这场炒作的全国都知道了啊，那你就引申开了，这什么叫诸侯相会格啊？再往扩大，那诸侯相会格那炒作大了，现在经常有炒作吗？再往上引申，对吧？那就可以了嘛，以此类推，那就行了。或者是文章啊，文章做大了，这文章引起的争斗做大了啊，这场争斗做大了，等等等等，或者是报纸的社论啊什么的啊，弄大了就行了。好，咱们这个，第81讲讲了笔法69、70啊，都是跟这个鬼啊，不管是明鬼是暗鬼啊，是鬼林三四还是虎成盾鬼啊，还是虎蛇成盾鬼之类的，无所谓，只要逢着鬼，这不是灾就是讼，不是人身有疾病就是啊人倒霉逢到官司啊，也就如此啊。然后这里的做疾病有什么？啊，碎破做疾病有什么？有灾什么？有讼啊，鬼空亡没关系，就诸侯相会啊，朱雀入勾陈啊，这官司打大了，这记一下就行了，完事儿了。那咱们这个第81讲，咱们就先暂时到这儿啊。